他不是人，但他比人更想救人。12月18日，甘肃突发地震，在前线忙碌的身影中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英雄。他冲进泥石流冲毁的房间，被玻璃划伤，鲜血浸湿全腿，一声没叫。他犬鞋丢失，在一块块砖头、一片片土块上一遍遍地奔跑，肉垫被磨出鲜血，一刻不停。他从山东来到甘肃，面对零下12度的低温和浑身沾满的泥浆，瑟瑟发抖。他连续搜救数小时，结束后饿得大口吃饭，头都不抬。他面对灾区小朋友的抚摸时，努力露出微笑给他安慰。他在搜救了36名遇难者后，再次进入废墟，遇到塌方，内脏全部破裂，失去生命。这每一个画面都让人看得心疼不已。尽管在这样的种种困难下，一声声的搜是他们无论多么痛多么累都要遵守的口令。他一声不叫，是他不疼吗？疼。是他不害怕吗？害怕。是他不难过吗？难过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叫？因为只有发现幸存者才能叫，他们的叫声就代表着生的希望。为了不干扰消防员，他们只能忍。看到消防员分享被搜救犬发现的幸存者视角，他跨越万难，尽管已经气喘吁吁，还是连叫20下。这一声声铿锵有力的叫声是他对生命的捍卫。在他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他比人更想让人活下去的坚定。他叫肥肥，他叫西西。更多的他我们不知道是谁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是英雄。他们对人类的爱是用生命去证明的。小狗的优点是忠于人类，信任人类。所以人类呢，我们应该保护他们，而不应该让这个优点变成他们受到无辜伤害的缺点。在他们拼了命地救助我们的同类时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救救他们的同类？肯定有人说，这些搜救犬和普通犬不一样，普通狗根本没法比。但是搜救犬在救人的时候，从未把人分为3、6、9等，排个顺序才救。致敬冲在前线的武警官兵，致敬捐财捐物的志愿者，致敬每一位在地震中无私奉献的人，也致敬这些无声的英雄——搜救犬。